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方舟这一个系列呢，已经到了第15集了哈。那老头呢，打算在这第15集之后稍微做一个暂停的动作。什么叫做暂停的动作呢？就是呢，老头呢，这近期内可能不会来到这张地图了啊，老头要去别张地图了，因为老头有别的打算啊。那这个别的打算也不确定是不是要去别张地图啦。总而言之呢，方舟之后还是会继续进行，但是呢，并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的日更啊。老头会尝试玩一些不同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因为老头是蛮希望自己的频道可以多元一点，不要说只有方舟啊。我想要让我的频道丰富一点啊，偶尔可以有一些模拟养成啊，或者是说自己本来就很爱玩的游戏，或者是说呢一些很fun的 game 啊之类的啊，大家都可以就是啊好好的就是。不要觉得说我的频道就这么单纯只是方舟，好不好？我想要让我的频道呢可以稍微多元化一点啊，就是更有料，你懂吗？就好比说一家店面，他不想要只卖卤肉饭了，他可以想要再卖卤肉饭加鸡肉饭，对不对？他不想再卖鸡肉饭了，他可以想要再卖个麦当劳啊，可是可能会被告哦，因为这个是那个啊，你也知道了。好啦，反正今天呢这一集一样是安架哈，那老头呢一样是收集了大概几样的这个安架的这个选项哈。那第一个安架呢是制作《封神异龙》的平台啊，然后之后呢后面是抓孔雄，是抓企鹅，把企鹅的名字取为叫阿鹅，这个阿鹅应该是这个探险活宝里面的阿鹅吧。然后呢第三个在缝这个繁殖蓬蓬哈，那今天这安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老头大概就是稍微简便了一下哈。简单的抓几个安架来做哈，因为老头呢最近想要玩别的东西了，不想要再被方舟绑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们觉得说啊，可是老头的方舟比较好看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我已经拍了四五百集了，好不好？你说你很喜欢看是没错了，但是我想说嘛，那我四五百集了，你四五百集、四百多集还是五百多集，你都看过了吗？你从第一季看到最后了吗？啊，我相信啦，少数的忠实观众或许真的有把它全部看完了，但是呢，我敢说大部分的人三四百集、四五百集绝对全部都没有把它看完，然后就一直要我出新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呢，我的频道的这个方舟数量已经多到已经将近是我的频道的一半了，好不好？我另外一半都是玩其他的啦。所以说呢，我最近可能方舟会比较少出，就是这一点。然后说为什么地板一直出现那种奇怪的纹路？我电脑是不是要爆了？是不是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封神异龙平台的安好。首先，它必须要95级嘛，那我已经可以升级了。那我们稍微点一下我们的血量好了。我总是觉得我们血很少啊，我们点到95。好了，我们血390了啊，算了400好了，凑个整数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做平台了吧？应该是不难做啦。等一下啊，平台去哪里了？还可以做南方巨兽龙的安了。可是我在这个地图里面完全没有看到南方巨兽龙的安欸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还封神异龙平台呢？哦，真麻烦，还要打字。封神，平台，好了，这样就有了。奇怪，93、984啊，是要97是不是？这是97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要97级才可以学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点两点哦，再点一点就好了。那我们再点一下我们的耐力好了。OK， 平台，学一下平台台。耶，封神异龙平台的安，可要需要珍珠、水泥、纤维。我们的水泥好像够还是不够？而且他是要用哪里做啊？该不会他是要用电机做吧？哦，没有，还没有电机。我可以自己马上学，太 easy 了吧？哈哈，我们之前的材料够，太好了。哦，我想说，我等一下还要收集材料，真麻烦啊，结果不需要，直接就做出来了。OK 的，来吧，宝贝。Yes。然后呢，我要把我这身毛装全部换下来了。啊，继上一集的这个冒险呢，让我不想要再继续下去了。欸，不对啊，我要先修哈，我的装备快要坏光了。我先修一下我的铁装呢。来来来，全部丢到工作台里面修。
修复，没有按到修复，修复。我们还有一件，还有一件在哪里啊？鞋子，修复，先修一修哈。他们所需要的材料蛮少的 啊，个位数，个位数。嗯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OK， 全部都修好了。然后我包包实在是有够乱的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不用整理了。这个对我强迫症的人来说可能会受不了哈。但是呢，我才不管呢，没有啦，的确是不太想管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再套一下这个风神翼龙平台的鞍哈，把它套进去。来，你已经长大了。Oh yeah, baby yeah！ 太好了，终于有个平台了。待会我们就用得到你了，知道吗？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平台案已经做好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去抓孔雄这条企鹅吧。那我先把麻醉剑全部做一做好，100只。在做的途中，我们直接飞过去了。啊，我们节省时间。啊，我们节省一下我们的时间哈。哦，我刚刚看到蜂窝了。其实说真的，我有看到有人叫我抓绵羊啊。绵羊的话呢，其实我本来有打算今天要拿来抓，要抓，你知道吗？有孔雄哎。好，我们先进山洞再说好了，还是我们这边抓？好，在这边抓好了啦，反正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。好，我本来要把绵羊放在今天这一集，可是后来我发现它要吃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简单就可以到手了，它要吃蔬菜，哦，那叫做什么蔬菜蛋糕，哦，可是那个蔬菜蛋糕需要蜂蜜，你知道吗？那蜂蜜又没有的情况之下呢，要去抓刚刚我们给你看到那个蜂巢啊，那制作过程又很冗长啊，我们稀有花朵先剪一剪啊，所以说就不是很简单就对了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孔雄啊，不要乱来。我有哎，有哎，有哎，哇，群体攻击 ，no， 原来他们群体啊，呜呼呼呼，先把你抓起来。哎哎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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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的，再会啦！我要好好的把你的这只母的孔雄啊，哦，给带回家，看一下在哪里。我靠！我靠！哦，它咬我，它咬我了！不要咬啦，麦阿尼赫伯，乖一点啊！这就是咱们平台鞍的功用。早期呢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抓的。它跑掉了，我们再把它拎回来。在跑啊！你跑得过我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做垂死的挣扎了，好不？啊，把你丢在这里，还跑，还想跑，想跑去哪里啊？来补一箭，好像有中，又好像没中的样子。他再来咬我了。嗯，他跑去哪啦？小坏蛋。这个小坏蛋卡在树里面了，来呀，啊！哎，是不是孔雄哥？来呀，啊！别小气了，没中。我最讨厌他们乱跑了，小淘气。哎，他卡在树上了。这个小淘气，你给我过来这个地方！哎，我快死掉！现在才发现我的血量这么低啊！有了有了，咬我啊！哇哇哇 ！What the hell？ 干什么东西？妈的，吓死人啊！你不要趁我在那边准备要敲的时候在那边闹我好不好？死阿根廷，吓死人！有有有，差不多了。哈喽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啊！肉呢？我没有肉，抱歉。我们阿根廷身上有没有啊？那我等一下把孔雄放在这边好了，待会再那个再顺势的回来哈。一次带两个回去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呢，啊。你不要跟我说你没肉哦，你有啦。来吧，宝贝，大腿肉。送你，嗯，大概要等一下才会吃，大概是哦，有一个就起来了，乖乖乖，
把你所有的肉都给我啊！你吃一般的肉就好了啊！哇，看起来这么的 so 卡哇伊啊！带回家啊？没有，先不让你放，先把你放在这里是吧？我在干嘛？抱歉，按错了，我怕我等一下找不到他哎、欸！啊，我忘记设定我的地图的坐标位置了，尴尬尴尬了，完蛋了！等一下要重开一下才行。我看我还是现在重开好了，等我一下。OK， 我们回来了哈，有，终于标个小地图的位置了。那我想一下，我要直接把它带回去还是抓弃了？算了，我们直接把它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直接去抓，其实也不远啦，好不好？你就乖乖的等我哈，我们去抓一下企鹅，企鹅在前面比较多。那个是鱼还是企鹅？是企鹅吧？哦，对啊，是企鹅。可是他们在下面游来游去，我要怎么办才好呢？你们可以上来一下吗？我靠，我肚子饿了。有没有水果之类的？大腿肉，我记得我有。怎么就没有一只企鹅是游上来的呢？算了，我们看别的地方有没有。总得会有几只在岸上走来走去吧。不过这都是恐熊来的，把你杀掉。哦，不是企鹅，气死了。啊，忘记设定那个血量上升了。不是血量上升啊，血量显示啊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阵子更新之后，我的所有数值都参数都重置啊，有点麻烦。哦，他这样子重置其实不是很方便啊。他这样一重置，我所有东西都要重新设定了。好啦，所以说我的企鹅到底要如何？这只是母的，不是、啊，这只是幼的。我们要找成年企鹅啊。为什么这些企鹅都不会上岸啊？是因为没有食物的诱惑吗？我看一下这些企鹅，怎么都是幼兔的？全部都是幼兔的哎、欸，啊，这样是要抓个毛哦、喔？为什么这些企鹅全部是幼兔的？绝种了吗？跑了跑了跑了，射你！哇哇哇哇哇哇！靠，被射死了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哇，我们要找企鹅没有那么容易哎、欸，这些企鹅根本不管用啊，体型太小了。不适合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看这一只应该又是幼的。对啊，怎么全部都是幼的？难道不在这洞窟里面吗？这边打的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怎么又是公的啊？这边的凶齿蜥又是……看到一只母的，来吧，宝贝，我看到了，来吧。碎的，他放技能了，哈哈，我们带一只母的回去好了。天啊，找不到企鹅，倒是找到凶齿蜥耶！啊，计划赶不上变化啊，我们就照自己想办法了。我看一下这个要去哪里杀它比较方，不是杀它，哪里抓它比较方便啊？感觉在这里好像比较好一点哈，毕竟这是一个大平台。来吧，反正我也是在上面射你啊，吸不吸？呵，就决定是这里了。Hello， 喂、欸，按错了，抱歉。Hello， 射到你的屁屁喽。它会自补，所以没差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抓它。跑了。它担心到跑掉了。哦，跳跃，旋转跳跃，闭着眼呢。有点难捉摸啊，开始又在跑了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他这个角度我很喜欢。跑了，跑必跑、哦，别跑啊，大哥。嘿，你好，就是喜欢你这个样子，这个小淘气，小淘气，小淘气，我小淘气去哪了？哇，消失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哦，在这里啊，他躲到哪里啦？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淘气啊，小淘气，小淘气，别跑啊，小淘气，别跑啊，小淘气，你的屁屁给我，就是这样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小淘气，终于弄到你了，小淘气。前面那什么阿根廷啊，这边拍动他的翅膀。好了，一样给你大腿肉，马上都抓到了啦。为什么你吃这么少？难道你不大腿肉对你来讲并不是美食吗？啊，算了，反正至少抓到了。耶、yeah! ，我们有一只母的，过来。哇，这就有点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可以一次带两只回去的，现在尴尬，我只能一次带一只回去。好，不管，我先把我们的这个凶齿蜥带回去好了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再拿来做交配，我们还差气了。八豆腰，加明胶，哇，原来企鹅都在这里，我们刚好直接带回去咯，这么的刚好，太好了，我们带一只母的回去好了。阿鹅，阿鹅，阿鹅，别跑阿鹅，感觉我会把它射死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觉得我会把它射死。撑住啊，阿尔！完了，大概再一见。哇，你挂了！啊，算了，找你好了。别跑，别跑！专门摄影的角角，我的伤害已经降到最低了哦。要射一次多少？看不清楚。哎，尾巴，时尚尖端新潮流。好了，我们真的麻醉了，不然怎么办？啊、麻醉上升的还蛮快的嘛，哎、欸，鹏鹏帮他补血快点！啊，我没有安不行，帮你卡住，有要快晕了快晕了，卡他卡他，笨企鹅，哎、欸，他麻醉在掉是不是？77、76还正在掉哎、欸，那补剑就死了吧，哎、欸，居然没死，哇，剩下三滴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次应该可以突破天际了，拜托。拜托，拜托你，90几，我要掉到90了，不行，我必须要再一件。可是他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必须等他的血回满，回到至少35滴以上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氛围。啊，他已经87了，没关系，他回血回满蛮快的，加油你行弟，大哥，如果你不想承受这一些痛苦，你就跟着我回去吧，我也不想要这样让你承受这些痛苦，你知道吗？37滴、38滴，应该可以射了吧？没射到，该死了！有了有了，这次应该晕了你了吧？哎、欸，大哥，97了，你居然卡在97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要往那个峡谷冲刺啊，你知道吗？快点，快转个弯了！啊，怎么那么难抓、啊？我的麻醉攻击太高了吗？还是我拿棒棒敲他的头？不行，我觉得我拿棒棒敲他，他还是会死掉。耶、yeah, ，怎么那么难打？然后还好啦，我大概可以出估一下，我这次箭只射一次35滴啊。啊、哦，好，可以，最后一次应该抓到你了，抓到了吧？有了有了，瘫软了，瘫软还蛮好笑的。你这家伙应该吃果实吧？哎、欸，不对啊。企鹅应该也是有吃生肉的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观察一下。希望在这期间不要有其他恐龙跑过来乱，你知道吗？会觉得很干。我们好像没有紫色果实嘛 ，OK。这样子我们可以一带二回家，再去带我们的恐熊，然后我们的任务好像差不多完成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今天的进度还不离啊快哦，啊，再回去再做生产就好了。生蓬蓬，我们蓬蓬要生第一胎了，嗯，叫做小蓬蓬，是吧？啊，赶快吃啊 ！Hello， 为什么你掉你的饥饿度这么慢呢？你这样叫我情何以堪呢？你居然是0.1、0.1的在跑，表示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0.1是要掉民国几年啊？
烦呢、欸。我等下我去后台检查一下这个设定是不是有跑掉，待会回来。Hello， 回来喽！我可以看一下哈，我上面的后台呢，它的更改的那个数值是没有变的、啊，可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掉这么慢呢？我也是觉得匪夷所思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只能等待了。然后这段我会剪掉，所以说你们也看不到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原始生存的矛盾呢，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矛盾。说真的，你们真的看不到那些过程，对那些过程对你们来说根本是不必要的，啊，然后呢？讲求说要原始，其实我觉得就是给自己增加工作量而已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 好啦，我们已经成功抓到企鹅了哈。那我们现在把企鹅带回家，我们试着站那个地方好了。哦，有了，你看成功了是不是？有点危险，不过有点危险就是了。好了，一代二时间。还蛮好笑的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我们的企鹅跟我们的萌萌带回去吧。我们等一下再去找我们的孔熊哈，阿鹅，探险活宝的阿鹅就是你了，耶、yeah! ，阿鹅是你，好久不见的阿鹅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稍微交配一下我们的蓬蓬啊。好、哦，剩90了，92了，快要了，93，啊，95，96，哇，拉一堆十怎样？98，97 ，nice， 啊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妊娠啊，妊娠的那个进度是不是？来，关闭一下巡逻。等一下。我们那只母的跑去哪里了？啊，等一下就要生下来了，来，关闭一下巡逻。来，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。他现在是已经怀孕了，啊，他等一下就要生出来了。哦，还蛮久的，我们必须等一下。抱歉，这连这个都要等，因为这个是胎生，不是卵生，所以说呢，他现在是一个怀孕的状态啊。哦，95了，要生了，啊，是个男的，是吗？是男的吗？快生，快点，让我们看小宝宝，来吧，有没有？哦，我靠，有太小只了吧？等一下，怎么这么小只？我有没有看错啊？他要死，赶快我要吃点肉哈、啊。等一下，我有没有看错？这到底是怎么生的、啊？就跟大便一样哎、欸，他就直接嘣嘣，你看，你就是直接这样嘣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就生出来了是吧？哎、欸，他把肉吃完了，我怕他饿死。我的天啊！哎、欸，你应该啊！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揍你的 ，I'm sorry， 我只要帮你关巡逻模式，你快死了。哎、欸，他血居然有2300哎、欸！见鬼啦！哇塞，好可爱！你看那表情，小蓬蓬，您是不是小蓬蓬啊？说卡哇伊！哇，到时候会慢慢的看你长大哈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，OK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先到这里啦。我们成功驯服，不是成功驯服，我们成功的哈。哎、欸，我们忘记抓孔熊了、欸啊，算了，放在那里让它自生自灭好了。我们晚点再把它带回来。好，我们成功了这个孕育了这只小只的山猪哈啊，这叫蓬蓬啊，小蓬蓬。那么这个今天的安家也差不多已经要结束了哈，那这个系列这个连载可能会稍微暂缓了许多哦，会做一些别的游戏啊。那各位也不用担心，方舟还是会继续下去的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见了，拜拜。